你们先想想你们自己唱过。我总之想见你追光者，是吧？想见你上一个节目《追光者》这个节目。嗯。无名之辈我也听过，还有《知否知否》。子琪有一首歌嘛，我很喜欢那首歌《光年之外》。光年之外，唱得好，又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我没想过有一天我要破这个吉尼斯纪录，有点特别。那个跟那个电影的剧情其实扣得还蛮好的，对吧？对，我看了那个电影，很好看。其实当时他们找我写这首歌的时候，他们只是给我看了5分钟的一个像预告、小预告那样，因为他电影还没出嘛，不能看完整。片花就是。对对对，所以我大部分其实是在想象我自己是怎么样的，我把我的爱情观写到里边去了。嗯。所以写的时候是很纯粹，就在抒发我自己，然后后来就是被大家喜欢了。小时候看的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？都是包青天啊，铁齿铜牙纪晓岚，宰相刘罗锅，还有很多流星花园里面的，对吧？流星花园，情非得已啊，情非得已，还有你要的爱啊，你要的爱，对，孙悟空，那就跟我一样，我是六小龄童，西游记的神雕侠侣，神雕侠侣，对，我们应该港剧比较多一点。那你记得哪首歌？美味天王啊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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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小叮当，卡通，还有小丸子，小丸子，小丸子，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，你有没有喜欢听的，大勋？啊，你有没有喜欢？忘心啊，没有，是歌，人家说是，哎，说的是 OST 的歌还是电视剧？其实 OST 不只是剧，电影也有。那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体面。啊，那体面，对，聊天都没聊到点儿上，你体面一点，怎么这么办？坐下，体面点。